来了计划好什么什么时候去的，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耶，好可惜呀、啊！还小心。应该是宝贝儿音呢。
在就想看跳舞呀，唯爱小可爱，你都已经唯爱了，你这是要做一个花心的人吗？这个要看你自己的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这样。前半句还有多才多艺嘞，可以爱我呀，那没事你就爱我吧，放心，反正我是不会爱你的。还有无名小生，是不是比较失望呀，天空哥哥？我会吸，但是我不会赢。我会吸，但是我不会赢呀，怎么办呀？爱棉花糖，我会吸果冻。爱小米，爱鬼。谢谢夸奖，我如果能赶上太平公主，我觉得我就很牛了，傻。他说让我吸赢，我说我只会吸不会赢。你看一下那果冻，果冻一般就是那种，有一种果冻叫吸吸果冻嘛，没事就这样撅着嘴，这样吸啊。欢迎拉拉你拉拉，谢谢点亮。他不是太平，他只是没睡醒而已。哥哥你好厉害呀！我觉得为这个，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是应该给你这样？是不是应该这样一下？你们听得出这种节奏感吗？你们听得懂这种节奏感吗？怎么是小哥哥？怎么是小哥哥？啥意思呀？啥意思呀？你说你是小哥哥吗？还懒得写啊。什么嘞？看背和谐了，看不见，捶背，捶背，捶背应该是这样的呀，这样的声音好不好？你看应该不是捶背吧？感谢哥哥没有主播关注，记得可以点关注啊，点关注不迷路啊。斗鸡眼，斗鸡眼是怎么做的？啪啪的声音啊！你们咋想的这么厉害？真厉害了！综艺没了。欢迎天马行空，谢谢关注。兄弟没有，认识吗？凶掉了吧？